队友的操作和意识，像左手跟右手一巴掌一巴掌的无情的拍在我脸上。懂我意思吗？打篮。感谢前面那个单词不会读的509的飞机，谢谢。睡眼朦胧都被这样拍醒多好。这局你看过，输了，怎么可能输？我的韩信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朋友。呀！妲己，你这样好吗？估计他把别人单杀了，妲己过来。No. What？ 可以接得很好。感谢半卡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的点一波关注，谢谢。这不要死了吗？走。走。我说了，我的韩信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你发现了没有？蔡文姬怎么带线起来了？去，不要怕，我在你背后。我们的目标是这后面的这一个，在他屁股后面打他，稍微动一下。混蛋！啊！等等等等等等。等一下，我吓死我了！你不要站在这里去送好吧？喂！
啊，真的刺激。哎呀死了，我哭了。每一波都如此刺激，难受。我觉得那个猴子刚才那一棒是擦枪打到我的，我可能再站的斜身位再站好一点，可能他打不到我就不会死了呢。出现了混分巨兽。可爱，他怎么敢过来？我们肯定大招打飞他，接个一技能上挑。你现在干嘛呢？推塔了。咱们推塔的节奏太差了，上路去帮忙。这波把上路一抓，问题不大。反手惩戒，给了个盾。这里塔是没有的，他们在拿他们 buff， 我们不管。我们先刷。中路拆塔，三个人上去了，问题不大，这个塔我们必须拿。中路塔很关键，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也许还能再拿。看这里这一波吃药反拉，好，里面有人吧。哎呦，算了，带中路然后去拿蓝，把这个暗影战斧给做一下。是我，你不用这么激动吧。做点好事啊，朋友。的确是我，但你不用这样对我吧。那一波打不赢，没挑到人，赶紧带线。等破军，把塔都拆掉。猴子在哪？猴子直接倒了。上路，继续拆。不要急，可以拿主宰了。我们这拿主宰很快，感觉到没？韩信一般打野的话一般都不让蓝的。
因为你绕篮跳不了两下就没了。跳一下，等第二波进场。两刀把他划死，别怕。下路塔带一带。他们守塔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好吧。我感觉这波有点难上去，我去把家里清一清。没什么好的兵线也跟机会，所以我们选择打经济。啊，这边上去了。哎，刚刚是什么呀？哎，别，没蓝。咱们去把暴君给拿了吧。好，这里有个蓝 buff， 看一眼。把线都带掉，然后去拿暴君。这要打暴君。暴君瞬间拿掉。然后去看这里。三个人，这一波不好打。继续带线，他们猴子倒了。我捏着大招，他们不好杀我的。草里面也许有人，挑一下，开大惩戒，把他大挡了。OK， 这个人死了。再往这边带线，现在六秒钟有大，他这样带着冲没有用，瞎玩了已经。好，等这个兵进去。把这个塔拿了，打得好。把他那个大招一扛，然后四段打完后给一技能 ，OK， 结束。下一把，还好这把选了一个输出打野，不然这把肯定又要炸了。